哎，真的忙到每天抽个半个小时给他们母女俩都没有吗？其实我也不是说不陪他们，我有的时候也陪他们一起去玩一玩，转一转的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时间确实给他们的少了。他所谓的陪是陪吗？你不就是拿着手机在那玩吗？我闺女招呼他爸爸，爸爸，你说干啥干啥，嗯，都没了。这么说吧，每天10点钟以后你有时间吗？有。在10点之前能抽出一刻钟陪女儿吗？我努力做到。这个为什么要努力呢？那我一定做到。所以，所有的没时间其实都是个借口，看你愿不愿意。这个摊在这儿了，看起来好像是说现实生活压得人透不过来气，好像我们为了钱去奔波，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。 但是其实，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们会从这个家庭当中做一些不一样的解读。你好好听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要说呀，做工作之多呀，我可能比。